如何清洁毛巾？毛巾用久了总会感觉黏黏的、滑滑的，觉得很不干净，用来洗脸脸都有黏黏的感觉。下面几分钟网就教你如何去除毛巾的黏腻。你将需要水、食盐、旧毛巾、肥皂。第一步，将盐撒在毛巾上，用力揉搓。撒盐时，毛巾保持略湿状态。第二步，用肥皂将毛巾洗净。第三步，用清水漂洗。你知道吗？夏季温热的环境非常适合细菌生长，如果毛巾放在阴暗的地方，就会出现黏黏的情况。